6月8日呢是世界海洋日，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在最漂亮的哈四湖三条轮海水浴场来做净滩的活动。那非常感谢很多的乡亲热情的参与，最主要我们要宣导哈，垃圾不落海的哈，让大家养成习惯，让保持最美丽的海岸线，让我们的鱼儿哈能够更可爱哈，让我们的这个海呢能够更湛蓝、更美丽哦。希望大家哈能够做好哈减塑无塑哈啊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活动了哈，那甚至呢养成这样好的习惯，因为塑胶类是几乎没有办法分解的哈，那会破坏整个海洋，也会破坏整个生态，更加会让我们鱼儿哈把它吃进去以后哈恶性循环哈啊导致人类的健康受到威胁。爱护环境，放。